就找不到方法怎么去，我也不知道读书到底要干嘛。一个不会就不想学，一个不会就不想学，就是不会上课啊。不会上课要做什么呢？啊，有工作可以做啊。在家里啊？没有啊。不行啊。会去工作吧。你这个年龄要做什么？有啊，别人会要我去帮别人洗碗。哎呦。